願いします。9月24号，在医院做了一个尿检查和一个血液检查。所有的费用呢，它是8370日元，这是所有费用，这是诊疗费啊，这是检查费，这是我实际付的费用，因为我有保险，看保险组合保险。负担30%，2510日元，也就是150人民币。不知道国内现在做一个血检和尿检要多少钱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这是在我这个横滨市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费用。再见，谢谢。